Hello， 我们现在来逛信义区。今天平安夜 ，Merry Christmas 哦。我们刚刚有跟那个很大很大的圣诞树拍照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好，那好，都带好，好，我们开始去到处去逛逛看看。真的，去吃大餐。我们要吃大餐，对不对？哇，你看这天上面很漂亮哎。然后这边今天很多市集，是不是很多市集？然后我们再过去，对。来，好好走哈。好了好了，小心走，小心走。来看这里哦，要看这里哦。那是广告，又看路。走。日本顺。顺，日本原装啦。对啊，因为现在啊都在认字，所以说他就看到什么都想念一下，对，当然会念错很多，但我觉得就是最好是学习嘛。没，那是原装，对。行了，行了，你累了是不是？好了，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对，那个是什么？第几个？第一个。第一个星。星光三界吗？没错。你星不会看，你会看月，你怎么会知道月？因为这个，其实我这个其实就是我记得有星光的话，没有其他可以说的。这个星光三界是对的。对啊，我告诉你，今天我们来这边啊。找停车位找超久，对呀、啊，找了老半天，找老半天，找到 Yuna 都起床了，哇！你看圣诞老人的重击，怎么了？他们这样在圣诞老人在撒糖果，他没捡到这边乱丢垃圾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但是我们糖果就不要捡，对，没错，丢在地板就很敏感。对啊，所以我们不要捡地上糖果。对，我们家里也很多，慢慢吃就好了。对啊。Yuna 有点神，等一下刚睡醒。去另外一个地方嘛，我一听到这个，我心脏就咚咚咚。这叫重击啊，重击就是这个声音。然后我要过去了，走吧。来，走了，走了。重击会有那种低频啊，重很重击的声音这样子。然后这边就会咚咚咚咚咚咚。对。地板的糖果不要吃哦。他走了就对地板的没错。吃坏肚子。没错，地板的都不要吃。因为刚刚圣诞老人丢到地上了，对不对？他其实可以亲手拿给你，对不对？赶时间，对他赶时间，因为那个绿灯一下就没了，他就要赶快洗澡。什么？哪一个？这个是绿灯未来吗？哪里？那个。哦，哎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自定位了。所以我要一直看到他讲什么字，认什么字，然后。那个是地上。对啊，是你刚刚四个字都没有错。二十对面。大家就走走，然后我们来找东西吃。石头吗？对啊，哦，那个是，它可能树就长那样子吧，很特别吧？对啊。那是椰子树吗？哪里椰子树啊？我说你在干嘛？你是不是很累了？啊？我去找吃的，前面有东西吃的，再去买，好不好？我开始热了，我想要把这件外套脱掉了。我热，我你知道为什么我要背背包吗？因为背包有 Yuna 的尿布。跟我要如果我热或你热的时候，我们要把那个外套、衣服啊什么的收起来。他们现在就今天很多事情。先把东西脱一脱，然后就可以把东西放一放，用一下。没错。那今天有开车。所以今天不能喝酒。那个上次，那个手向天歌
的像吗？是吗？是是是，没错。我总觉得我好像带阿 U 来校外教学的。对、啊。对，校外教学是不是？对。星象什么？星象，然后像前面的一个字是。后面那是后面无，没有的无。星象无界吗？没错没错，星象无界。星象无界是什么？就他们的 slogan 啊 ，slogan 就是他们的标语。这个吗？对。爸爸有龙虾在吃薯条啦。啊，对对，这家是吃薯条的店。以前我们来吃过。有啦，我们有来过啊。第二次了。我们其实来过，我们其实来过很多次。哦。可是你都不记得而已。我们来过，哎，你看这个手机游戏。对啊。我要玩滴滴滴滴哒哒。今天真的很热闹，现在我们真的就是台湾疫情真的比较没那么严重，大家就是很有过节的气氛这样。我旁边我的它就会动动。真的害羞是不是？有重击在你旁边你会害羞是不是？不是，反正它就是地板一直震动，我真的嘟嘟嘟嘟嘟。奶奶有看到那个红色的圣诞树，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？在哪里？红色的圣诞树啊！等下进去看，就是。那我绕好，谢谢谢谢。啊，看一下看一下，人家要拍照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看到了哦。嗯。来了，都来了，那就。对，那就逛一下吧。其实我想找吃的也是在这边找吃的啦。对，待会儿我想要先走一下外面。对。哎、欸，他的圣诞裙，这个人多么奇怪。对啊，哪里？有没有这个人很奇怪？你要照镜子。对，一球球啊。对啊。好了。奶奶有没有肚子饿？有没有肚子饿？我们去找吃，找饭吃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，我要带他们去买那个肉饼，我觉得肉饼很好吃。好，我们先找着，转转转，我回转回转回转，后面没东西了。对，好吧。哎，小心小心。车子呢？就在这啊。是在拿着浮空的东西。是的。那个魔强人哦，他都不拿食物的，他就是凭空，然后。凭空拿东西。奶奶如果想下来的话，跟爸爸讲哦。但是看不到。对啊，好了。我要先把衣服脱掉，这里太热了，好不好？先跟他说拜拜，我们这一天就先到这里。先到这里喽。